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生活咧又唔使太过担心，但最重要嗰一点咧，佢呈现咗出嚟，屌屌肥，佢仲未有着落啊！系啊，在场有冇边一位同我系同一个境况咁阴功啊？呢度哪位？屌屌肥得你哋咁开心嘅，我好少见喎、啊。你是男人嚟噶喎，好似。唔通系姊妹？其实你哋啲朋友咧，有冇成日催你噶？好多都咧，每一次见面，点啊点啊，搵唔搵到啫？有啲好关心我，有啲就系、是，哎呀，快啲啦，再唔搞就冇得生噶啦。即系仲唔搞掂佢啊？好色情啊！呢度行翻后少少先。咁就係嗰一日咧，我記得心情唔係咁好啦。然之後我打算去跑個步，激發我自己啲安多芬嘅時候，我就諗住聽一首歌。咁啊揀嚟揀去揀咗呢一首咧，我差唔多啱啱錄完嘅一首新歌。咁啊差唔多排台噶啦，真係。冇想到，當我一路喺個跑步機度跑嘅時候，滿頭大汗，但係突然之間感覺到自己隻眼濕濕，流咗兩滴眼淚。聽住呢一首歌，我覺得好似有一股好大嘅力量去鼓勵我自己要加油，俾咗我好多嘅力量，話俾自己聽，我一定唔可以放棄。我冇想過原來聽自己的歌都可以為自己打氣，那一刻覺得做歌手都不錯。但是有些遺憾的呢，就是這首歌派台的時候沒辦法只回到香港宣傳，我沒辦法只可以跟大家分享這首歌對我的意義啊。但是呢，仍然很多謝廣大的 DJ 去力播這首歌曲啦，咁變咗呢首歌咧攞咗一個好好嘅成績。我諗啊，呢首歌係攞曬所有嘅電台、電視台，連 ViuTV 我都攞埋。我 ViuTV 都冇去過，攞咗冠軍，攞咗雙冠軍添啊！連續兩個禮拜冠軍，我諗喺我人生嘅史上係未試過嘅。咁而真係好温暖。而我同咗自己講，無論點都好，喺呢一首歌，當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，我一定要同所有嘅我香港嘅朋友演出呢一首歌，教咗我活在當下，但係。亦都教咗我珍惜而家，珍惜可以同大家演出嘅機會，送俾大家《東影人生》。明明保定壽命，誰説一定有伴侶與東影？明明即使有熱血，錯言錯説，又如何約定？曾一切都正好，缺下無盡。其實咧，都真係做咗24年歌手啦。講出嚟都嚇一跳。其實真係冇歲月痕跡啊！我自己都唔相信啊，仲 keep 得咁好。睇下條馬甲先。哎呀，真係好衰啊！好 fit 啊！
唱歌令到我真的学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无论是做人做事。我最庆幸自己一点呢，就是成为了这么多年，在这个社会做了这么多年的，我的世界仍然是充满色彩。我仍然是相信这个世界是善良，是很有希望同埋是美好的。多謝大家，不如我們來個大合照，但是你們到你們扮回怪物給我看，因為愛怪物的你嘛。是啦，對了，陳真。哇，這個，哇，這個。